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请抓紧时间逃出隧道。5 4 3 2 1，开始。啊，他用力，你敲每一下有多少兵出来，你就知道他的力度。五只哥会砍，还有一个距离枪，啪的过去嘛。其实我在墙上有看到一个洞，所以是想对着洞砸，可能会效果更好一点。这个墙厚度都是一样的，那我一定要找一个可以左右换着发力的点。我找了一个我个人比较好发力的一个位置，我不管站着砸、蹲着砸都可以砸到那个位置。四个角按道理来讲是比中间要好砸开的，高的那两个角呢我是没有办法够到，所以我选择了砸这个位置。从上一关可能观察不够仔细吧，犯了一些错误。快过来，别大边是大边，反了，等一下，绳子卡住了。所以说观察得很仔细，怎么去走这个兵。他们中间两边都挤死了嘛，堵死嘛，就很难敲。我砸兵比较慢，那会儿我就开始怀疑自己，我是不是有出现什么问题。后面发现这个位置也不太好砸，加上我是跪姿的状态，我的手是很难用上力的。它那个空间会有点封闭，你听不到就是别人的说话，然后在凿冰的时候也只有你一个人在努力，就很无助的感觉。所以范老师，我不会说嘛，他后半段有点弱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可能会把接你在那边。是的。打开了。凿冰这个东西呢，我觉得我还是接触比较多，因为我是登山的。其实我们有那种掉在冰裂缝的那种情况，是跟这种类似的。这个时候就需要其他人去救援拖拽。我第一想法就是先把砸开了过后，然后去拿这个装备嘛。这个工具肯定是对我们那个比赛是有帮助的。我那个捞了一个大洞以后，我发现我那个手已经伸不进去了，就我根本用不了力。然后你越往后凿的话，那个冰越深，你会越难去用力。我水源已经砸开了一个洞，但是吧，我要想出去就得砸特别大一个洞，费老劲了。无论是哪一项游戏，它都有它的技巧。跟专业有关系吧，可能打拳我们的观察更多一些，比赛可能是打的是对手，就攻击他的弱点，只是目标不一样。这次我们的目标只是用锤子砸冰。谁
快，他做的不错，他很快啊。冰块你怎么去观察，看它的缝隙哪个是能看透，有的地方是不行的，浇水的时候可能浇得很严，冷冻得很紧，去观察这块这个缝隙还是比较大，还是比较容易砸透的。注意观察，选择先砸那个冰缝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我是水性不太好，可能就勉强的会游一点点那种蛙泳的那种。潜水的话完全就不会。但没想到是这样的，还是有点出乎意料，就犹豫了。停表。我吗？不是我吧？葫芦娃队李景亮在冰墙以外的区域作业属于违规行为，罚时30秒。现在准备3、2、1。我这里有物资。这箱子就拿错了，然后装了一个箱子，里面全是铁矿。来，我来，我来。你起来，不要动。就这边一个洞。哇塞！陈队用固化卡把我救了。对于他们救的，我觉得我更要全力以赴，把他们救的，觉得是值得。那马上就冲了，哇塞，哇！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到了，就一下，我来，来，来。大哥，动作大一点点。上面，上面，一二三，从下往上数第四个。这里啊，这里吗？对对对，用力用力，中间中间。我凿不开，然后呢，我后面是胡汉，我帮他一起凿开了他的，他就能帮我。对对对，通了通了，就这里就这里，继续继续继续，我这边不好砸了。对对对，用力。
我帮你打一下，我这边打一下。这里，这里数第六个。我帮你这边打一下啊。好。我帮你这边打一下。森森。我。我来。好。气不够，我的氧气不够。本来是想把箱子动了，发现那个箱子挺沉的，出不下来。拖那个箱子你就把你往这里拽，这就喷了两个水。张浩，你也可以选择放弃上岸，帮别人去砸冰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大哥，可以了，你大哥把我拉过去。大哥拉他一下，好，你后面有我。来，我拉他，你去扣我那个去。拉我，你扣我那个。大哥，你扣我，你扣我，你扣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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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啊，扣，等一下啊，扣，等一下 ，OK。抓我的脚，动我！等一下，我再破一下，大哥。啊，动作太大了，过去了。哇，他这样子你就能过了。停表。怎么了？葫芦娃队。李景亮在冰墙以外的区域作业再次犯规，罚时一分钟，再犯规的话罚时两分钟。我很着急，因为必须要拿着工具救他们。过头了。哎，好了，那就可以了。好 ，OK。大哥，你他拉你，你踩我，我。你不能再踩他。好。你踩我，你相信我，你踩我，我说可以的。不用了，抓这个。啊，不是。哎，好了。大哥，我这边还需要拉一个。抓我手。我踩一下冰。对。然后脚上来一个，能不能？我先把脚放上。对。放上面，最上面。你拉我的脚。这个脚上面。拉我可以。好了。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起来。对对，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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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停了，够了，停了，够了，停了。停，走吧。够了。大哥，走。你过来，过来。我觉得可以。潜水会不会？会。还有一把，再拿一把。哪个箱子拉的？再拉我一个脚。哦。OK， 你们谁再下去一次？你下去，我去那边。我看。哦，那个时候体能已经消耗很多了，其实就很难用力了，我手很酸，你找冰会真的非常绝望。累了，太累了。
很难很难。一定要沟通好，不能两个人同时砸。That's it。我觉得能给多少吧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全力以赴，让大家看到你是有价值的。平时水性挺好，就是剧烈运动完事以后，那喘的太厉害，上气儿不气儿，下气儿根本憋不住气儿。快拿冰镐，快去！去帮他们！赶快，赶快，快快快跑了！把冰镐咽了。我那边穿。哎，放篮子！啊！我给谁？给他们，给他们，给他们！给他们！来，看你用这个凿，帮他们凿。所以你让开啊！我在这边砸、啊。哇，你有大工具啊！我有大工具，你别打了，来啊！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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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点快点快点！应该可以过去了。偷一把，偷一把。转身，转身，转身，趴下！小心，小心！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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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的。来，小心哦！抬住了。熟，熟，熟！站下，站下！他们那边没有砸，没有砸。注意。到我这个口子这边砸大一点，这个地方啊，快伸进来砸。哎呀，这个别走呀，好好好，退退退，还是比较着急的，我感觉可能拖这个队伍的后腿。跟我过吗？你这边拉开。干啥？伸！
在这郑书也还在里边没出来呀，抽一把抽一把，来来来，来抬我上去。大哥，把我蹲一下啊。好，蹲下蹲下，媳妇儿，辛苦。下面能是那些野兽啊，什么啊，好，可以了可以了，搞定搞定，过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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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过，你那边你砸一下，用肩头 OK OK， 我来我来，刀给我，我来我来，你砸那边，来我来我来我来，相信我好吗，相信我相信我，你的姿势不对，起来啊，中间这里，中间，好的，好的，兄弟，差不多，哎 ，OK， 后左，对，好，坚持一下，好，好好，后左，可以可以，让开，把我的脚抬高，你看看我的肩，你看我肩，我肩上你肩膀上，我肩上你肩膀上，对，往后走。好，好样的。好了好了，可以了，走走走，健身健身，过来。直接趴，腿接腿，接腿，好分子，小心，直接挂掌上，你转身就走就行了。
现在先不能告诉你们葫芦娃队的成绩，但是我能告诉你们的是，尽量你牛太棒了，你太棒了，人形盾斗机，你为队友尽全力了，辛苦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